好，这个手机里以食物、风景、自拍照三种主题的照片来说，比例分别是多少？食物、风景、自拍，大概比例是多少？食物 food 风景自拍 selfie。 我觉得自拍最少。真的吗？不喜欢。而且我最近想发 Instagram 或者微博，但是没有发我的自拍或者我的照片。因为我最近每天拍电影，所以都是穿电影的衣服。不能曝光，不能曝光。Yes, OK。所以就没有自拍，没有照片。所以我要今天拍。对，在台北多拍几张，让你全世界的粉丝。已经昨天拍了很多。还没有发吗？还没有。Food。什么？昨天拍了。八龙小笼包，我想想，小笼包，台湾啤酒，那个很大一瓶，喝了几瓶啊？我呢，一瓶。你看着我说几瓶？我呢，因为今天有工作，那祝你今天喝到挂啊！喝大了，加油 ，Enjoy，OK。